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来到我们谷中胜诉盘是丁宁我是蔡正元超老师这个台积电领军带领了指数的部分不断的做一个尖尖涨做一个冲高，甚至呢也突破了这个股灾反弹以来的一个高点22,545点这个时间呢预计大概会落在9月底就是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一呢这个季底做账所以呢尖尖涨的结构。预计就是到9月底之后，然后呢，一个做账，一个季底的做账，再进入另外一个短线上的休息。所以呢，你看到今天盘市上的部分今天台积电再创一个新高，而且它几乎都是尾盘收在最高好几天已经一二三四五六天的时间当中，至少有5天都是尾盘收在最高，甚至尾盘都有这个一个大买单的一个垫高。那意在指数，所以呢，它把指数的一个部分里头，你看到现在台积电已经面临到先前最高点的历史高点的缺口位置了，这个是一个前坡高点的干扰位置，属于一个压力带，短线上的压力带。那先前我跟各位叮咛的就是说呢，台积电是领先创新高的，在这里上个礼拜，所以呢，我们也跟各位预估。大盘呢，接下来就会来去创这个22,545点反弹以来的一个高点。那这里走一个缩脚，有没有？这里是一个股灾，股灾的大跌缩脚之后呢，多方再起。我们在这里又再度的提醒跟叮咛，重回多方上的一个控盘。所以呢，你要注意多方上的一个机会那其中呢，我们看到台积电的一个部分呢，预估今年的获利状况呢，这个会季季好。第三季，你看第三季七月、八月这两个月，这个一个是历史高，一个是历史次高，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它的 Q3 的获利它会创下新高。那么上半年已经缴出了18.25。下半年这个是上半年 H1 下半年包含像 Q3 加 Q4，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Q3 的部分会怎么样？会创历史高，会超过前面第二季。那接下来第四季还会因为旺季效应的关系再创新高，所以代表台积电法人认同度非常的高，海外扩产跟布局的状况也会在明年甚至到今年的下半年陆陆续续做量产。你看，比如说美国亚利桑那厂这个2025年上半年它会做量产，对不对？最快嘛。那德国的部分呢，是预估是在2027年。日本的熊本厂年底已经要做量产哦，有没有？年底要做量产。那第二期的部分是2026年，所以代表什么呢？海外的布局最明显的这种大收割时期会落在2025、2026，那2024年前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要贡献营收。所以呢，我们跟规定就是25年、26年都还是维持高成长，Delta 的一个这个高成长。代表台积电呢，在未来的获利能力EPS 可能会到50块钱，甚至到60块钱。那我们今年法人预估呢是40到42。那如果以1000块来讲的话，它其实不贵它的 PE 才25倍而已25倍。那如果以这种成长性稳健型的一个公司来看，本益比到30倍、40倍。其实都是合理预估，所以呢，我跟各位叮咛就是说呢，台积电就是巨人，那你跟着台积电做就安全。所以呢，我也跟同学们提醒，就是刚好这种打下来的时机你如果没有这种股灾的重挫，邵老师告诉各位，你也没这个低点让你上车啊。如果没有这种大跌重挫，你也没有这个转折低点让你做一个多方买进啊。这个。长线好股，就时间的见证而已。所以你看到它昨天见证了千金的历史。
海外布局的状况呢，陆陆续续都会非常好。那第二季的一个获利数字，你看到从先进制程三奈米以上，这个三奈米到七奈米占了三分之二，然后呢，三奈米的一个制程的一个占比哦，从去年的第四季到第二季已经15%，那今年第三季我们估计十月中哦，台积电的法说，这个比重还会再提升，还会再提升。那同时呢，这个营收获利的一个部分呢，也维持乐观稳健。这个是营收的状况，好，这也是历史高哦，七月份哦。历史高，八月份一样是历史高，所以呢，掌握住对的趋势、对的产业，就容易掌握住好的个股的机会。那好的个股会带动联动的影响关系，所以呢，为什么我跟各位叮咛，像矽光子联盟，好聊到了联亚啦，聊到了新复星啦，聊到了联军啦，好聊到了这个重达啦，那波罗威不要选，好，因为呢衰退嘛，对不对？选强不选弱也是当时跟各位叮咛的趋吉避凶，所以你看到大盘的部分，在当时9月4号，当时呢市场还是蛮担心的。好，9月初的时候，这里也大跌，史上第三大跌点，跌了999点，然后呢做了一个震荡盘跌。那当时我们跟各位叮咛就说呢，你要如何做到趋吉避凶？答案很简单，选强不选弱。选什么呢？选矽光子联盟。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去看，当时强势股像联亚，位置在这里，有没有？当时的联军位置在这里，都创新高。当时的重达位置在这里，创新高，大涨了60%。那包括像这个4909的新复星，哦，当时位置在这里，一样是大涨了这个3-4%。所以呢，是不是盘面上趋吉避凶的方向啊？矽光子联盟，矽光子的技术大势所趋嘛，跟紧巨轮就能够吃香喝辣，不是吗？那接下来我跟各位提醒，就是说呢，因为现阶段的盘势上，你要听到重点，这个盘现在目前进入到什么呢？因为它连续的金金涨，涨多难免会震荡，涨多是震荡难免的。大盘的部分呢，开始遇到了什么呢？遇到了这个前坡的这个压力带。好，这里有一个这种上涨的，这里有一个压力带，这里有一个高点的压力带，所以呢，它开始遇到了这么大的来量的结构，这个做一个区间统计，然后呢，跟这里的量做个区间统计。同学，很明显，这个地方是大量套牢区哦，这个地方的力量还不够哦，所以呢，它短线上会预压干扰。形成震荡的结构，除非这里出现明显的扩量补量，它才能够突破压力啊。否则它会预压震荡，甚至个股差异性变大。所以呢，同学们看到今天的大盘是不是叠加比涨加来的多啊？包括像贵买 OTC 也是一样哦，叠加比涨加来的多，说明什么呢？说明有非常多的个股进入什么呢？进入差异性变大的时期，个股表现的差异性变大的时期，所以你接下来是考验的时候哦，选到对的方向、对的个股，就容易怎么样呢？容易赚得到钱。但是呢，你如果方向不对，或者是过度追高了，那你就容易在这个时期里头赔到钱。那如何选对方向？邵老师一再的跟各位叮咛，就是跟紧巨人。那有的个股，因为它为什么会走强？因为呢，有基本面的支撑，有基本面的一个加持。比如说，我跟各位聊到的，像这个新复星，我们看一下，4909新复星，来，我们看一下，当时还把资料送给你，来，我们看到它八月份的营收怎么样？比去年同期成长494%，对不对？然后呢，它一直往上成长，这个 MOM 能够成长已经很厉害了。它比去年同期成长来，同学们看，八月份成长4倍，七月份成长将近快4倍，然后呢，六月份成长5倍，对不对？五月份成长了3倍，四月份成长了4倍，所以呢，它的 EPS 怎么样？它这个两个加起来的 EPS 怎么样？
五块多啊。那五块多呢，比这个去年二三年的 H1 做对比，它居然 YOY EPS 成长了24倍，2433个百分点。它有基本面的，而且它搭上了矽光子联盟的一个成员股啊，均线多头排列，价量齐扬，法人高度认同，那这种股票就是安全了、啊。但是呢，你要注意的一个重点是，它已经涨上去了，股价反映出来已经反映。你如果能够事前卡位、事前卡位的话，那么你自然而然就是多单续报。但是呢，如果假设已经涨上去，你也不宜过度追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越高的情况之下，它可能随时有败相啊。比如说像仲达，相对高位有没有这个地方，它开始有大量黑 K 了。那比如说像这个有没有达新材料，它高档这里有大量黑 K 了，短线上要休息，甚至要做一个回档。那我要跟各位叮咛说，如果你能够在低档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位置、哦、我们跟各位提醒啊，矽光子联盟被忽略的 YY 成长，高幅度成长，那自然而然就能够掌握住该掌握住的时机，不是吗？所以呢，同学们看到像玻璃基板，我也跟各位聊到里头玻璃基板整理的这份概念股给你，对不对？这份概念股里头，来同学们看这些有基本面去加持的，是不是它有没有？有没有？那这两天它也慢慢的垫高上去了。那包含了像之前的这个大银维，我们9月18号跟投资朋友聊到这档个股的一个机会，哎，聊着聊着隔一天亮灯涨停了。然后呢，我又跟各位聊说，哎，注意这个玻璃基板大联盟的好发起者泰森。聊着聊着之后呢，我跟各位聊到说，这个9月18号大盘大跌重挫之际，留意当天相对强的有题材有联盟股的多头排列的，然后呢，这个整个多方有量价齐扬，多方表态的，当时我提醒所有的同学留意相对强，留意8027的泰森，对不对？后来9月19号这个相对强小涨，9月20号呢小涨，再隔一天9月23号亮灯涨停，昨天创一个新高。所以呢，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个股的状况有没有？同学，你就能够去掌握住在这个转折之处啊，偿付的机会啊。它可能短短一个礼拜，2成3成，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获利。所以呢，我在跟各位聊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个股一样哦，你接下来如何做到趋吉避凶？假设大盘遇到震荡，假设大盘预压了，假设大盘要走休息了，那么什么样子的个股能够再度的帮你做到趋吉避凶，再度的帮各位做到化为转安？好，今天赵老师整理的这份资料里头，这个资料好，这档个股呢，它的这个营收创十年来的新高， EPS 的部分里头，你看到这个上半年已经 2.64 了，成长了20%，玻璃基板大联盟的一个成员股。那另外这里还有一档好股票也是一样，它是安控的，你看到上半年赚了 5.41 元，那么比去年的 1.48 元、啊、去年一整年才 1.48 元，对不对？那么它 YOY 成长了这个82%，那么营收也是创10年来的新高， YOY 年增的部分是 143%， 同时它也获得了美方国防安控的一个专案。那这样子的一个好股票就能够趋吉避凶，最重要的是股价还在低档做启动发起的机会。所以呢，我希望同学们你可以把握住这个趋吉避凶的机会，把握住好股票的时机。电话的拨通02-2365-9333，或者是小老鼠 GUSD168 加上老师的 LINE， 免费这两档好股票个股的一个机会的索取了。时间关系，就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